理想是当消防员的人。我要听实话，为什么要当消防员？你们怎么这么慢呢？这119打了半天的，你们才来。我这房子烧成啥熊样了？谁把我车掀了？我新买的是你给我掀了。你知道我车多少钱吗？说掀就掀了。我跟医生说话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他妈少插嘴，滚一边去。他谁啊？有他说话的份儿吗？你凭什么说？你凭什么让我进去？我们的法典已经新来一天了，这是命关天的，你们怎么还不进去救啊？抓死他！家里吵架就跳楼，这种人呢就白养。哥，谢谢，对不起。你们现在听到这些，还要穿这件衣服吗？男人，委屈，有血有汗没人理解，都是这个职业的遗毒。你们听过了？穿上这身衣服。消防员的天职是什么？救灾救险救人于全国，和时间赛跑，和死神赛跑。你们要用超出常人的体力、智力、意志力。我，消防者，要家人之平安。称普通导火之鹏才。我们每天努力训练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守护咱们老百姓的人间烟火。每次结束之后，你最希望的是什么？走走走，来这儿。人都齐整。